在《倚天屠龙记》当中，男主角张无忌练成了九阳神功、乾坤大挪移和太极心法之后，除了他的太师傅张三丰、张真人之外，几乎已经没人对手，却在面对明教波斯总教的三位使者流云使、妙峰使和辉月使时吃了大亏，一度败走。这三位使者出自波斯明教总教，就地位来说比波斯总教的十二位宝物树王还要低不少，单人的武功其实也不高，但是三人联手诡秘阴毒，匪夷所思。三人除了配合精妙之外，就是使用的圣火令武功极为怪异，而且圣火令非常坚固，他们三人联手居然没用几招就拿下了生擒金花婆婆。要知道紫山龙王也是武功不次于灭绝师太的高手，可见这三人联手的确非常强。他们凭借残缺的乾坤大挪移心法和圣火令上所载的诡异武功透骨针阴风刀，对于张无忌效果显著。其实就算张三丰对上这波斯三使，大概刚开始也会手忙脚乱，而张无忌则完全不适宜这种遥远异域的诡异武功，屡屡找到。不过在张无忌很快熟悉了圣火令武功后，三人在他的眼里也就再没有了奥秘可言。后来周芷若练成九阴真经后，一度击败武功大成的张无忌和武当七侠的于连州。只不过张无忌一是因为害怕伤害周芷若，二也是因为周芷若诡异的招式，以至于他心里想，如果周芷若下次再碰到于连州必败无疑，这跟对战波斯三使是一个道理。简单的说，不知道底细之前凭着诡异的招式很灵验，但张无忌熟悉波斯三使的武功之后，很快就打败了他们三人。大家觉得呢？欢迎留言评论。喜欢记得关注我哦。